就是烤的，应该很多孕妈妈都吃过。我们这会儿在病房里边，这是肯德嘎达，肯德嘎巴，这里还有咱们的干妈。现在还陪着我们的妈妈聊天呢，然后明天就回上海了。我想今天多陪她待一会儿，陪宝宝待一会儿。昨天你是不是没有抱到小宝宝？没有，太小太短了，我。对，我想抱，但是不敢。刚刚我跟哈利还在聊你，昨天应该让你也抱一下。哈利。嗯。손다너가져볼라마예뭐라고저번조던원키스들은예급사간다는거는자가가져가서버스터나올지수있는데들었어예그럼좀줘봐가고싶어그럼수수아우스디움게릭바예리뭐가져가니드수업버스이바스나왔으니까너도이렇게빨라가면사간대그문어들었으면어떤말이겠네동물이벌써빨라가졌으니까아너브린지렛브린도아틴브린지렛스텝뚫순하다브린지렛스텝뚫네소도나라하라다예엔드가자살았다졸졸어가세틀디든장아사과라는말이겠뭐졸고세틀디든对，这个很有意义的。我那边就是八个，三个不。阿达巴斯能巴拉斯能，不是拍的照片多的吗？哎呦！我这次给我们的宝宝带的小礼物。啊，这是他人生中第一个收到的礼物。这我精心准备的，然后呢，这个是小沙锤，这个是小手铃，嗯嗯，也是。做早教的，这样对他音乐的启蒙很有帮助。我想是我们阿肯的孩子，所以这种小玩具肯定对他以后的成长非常有帮助。心中第一个收到的礼物，这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给我的干宝宝送礼物。我心里边我就在想，天哪，我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有孩子，但这个孩子我现在有的好的都想给他呢。他天天给你打电话，不是给你打电话，就是他给他的干阿达打电话。我可以跟我们宝宝说英语，然后他就哈萨克语、汉语、英语。Better believe Anderson 的 Don't Brown White 就放到他的床上。这是关于谁？嗯嗯。今天张家很多人。我拿分。嗯嗯。出动工具呢？这个你是个。мүмкіндігі бар екен, яғни баланың жасына қарай жаңағы барын шығатын дыбыстың өзінің жоғары төмендігі баланың өсіп жетілуіне әсір тимейтін, соған пайдалы жақтарына қарай негіздеріп жасалған өте әдемі дүниені көрген екен. Рахмет. 我的荣幸，我的闺蜜的宝宝，不敢说是闺蜜的宝宝，这是他阿他阿帕的宝宝。对，阿他阿伦巴拉斯。干妈终于要抱到我们的宝宝。我紧张得很。对，漂亮又优秀的干妈要抱一抱咱们的小朋友啦。昨天我看宝宝的时候就想，哎呦，这小小的软软的宝宝，我紧张得很。第一次抱有咱们这小朋友什么感觉呀？我本来抱之前还特别紧张，我因为孩子小小的软软的，我想他不舒服怎么办，但是我看他这会儿在我怀里睡得好安稳，觉得特别幸福。我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词语去定义朋友这个词儿，但是我觉得朋友就是在你最幸福的以及在你最落魄的时候在你身边，就是朋友在你身边。对，在我婚礼的时候，在我最幸福的时候，以及你看现在我们海丽，我们的小家庭里面又迎接了一件小生命的时候，简单还在我们的身边，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朋友。这个宝贝是幸运宝贝，库巴达姆达拉，中文阿什宝的，就是在他出生的那一刻，陪在我们陈达尔身边的那个沙欧，通过面试的通知，然后呢，吃了宝贝的这个茶树的糖以后，又有一位姐姐工作一切都顺利的进产了下去，我就说是我们的幸运宝宝。幸运宝宝，幸运宝宝，恭喜你啊。可能很多朋友会想，
干妈不应该是结了婚的这种、嗯、为什么我跟哈利先生要选择宰娜当咱们小朋友的干妈呢？宰娜她不是大家在屏幕上看到的那样她会说一些哈萨克语，而是她本身就非常的热爱我们这个民族，所以这一点让我跟哈老师真的非常的敬佩她。而且她也是一个发光发亮的女孩子，所以我们希望以后咱们的小朋友也要像宰娜一样，嗯，优秀发光发亮，满身都带着正能量、所以希望我能担任好这个光荣的使命，给我们的小宝贝带来更多的福气，然后未来能够在各方面给他一些我这边的帮助，让他好好的幸福快乐的成长。祝我们的小朋友茁壮成长、嗯、祝咱们小朋友的漂亮干妈事事顺利。咱们小朋友的干妈就要回去啦。嗯，给爹们上班和爸爸们。嗯，阿曼伯爷，好好的。好，那宝贝，那就等着你来，那就祝你一切顺利。拉后面，快去吧，拜拜。嗯，阿曼伯爷，赶紧去吧。嗯，拜拜。喜欢我的视频，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哟，欢迎敲响小铃铛，感谢你们支持。